熊熊和八个，应该加熊熊有十一个呀。好了，这两个还你。加熊熊应该有十一个，原本红色的就不见了。每一下都要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时间，在同样的时间敲在。好，在这。错了。错了，再次，预备，开始。导弹小乐团今天要为你带来一首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导弹歌。圣诞节快到了，要听什么歌？导弹歌。不是导弹歌，要听什么歌？圣诞歌，不是导弹歌。准备，东东不要过去啊！给他一个，你给他一个，他也要一个啊！还是东东啊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是我最重要的鼓。东东拿这个。这是我最重要的鼓哎，怎么可以给他？东东拿这个，东东你拿这个。彤彤，叮叮叮，这样还不错。彤彤给你，他想要你那个怎么办？再给你那个，那个那么多呢，你分他一个好不好？你拿一个给彤彤，你拿一个给彤彤，你分一个。我怎么会只拿我手上的？这个，彤彤给你。你不要打到彤彤的手，你要哪一个？那你选一个乐器，你要哪一个？他想要的你就给他，不然我们没办法开始演奏啊。嗯、他想要哪一个就给他哪一个。你有那么多个，你留一个就好了。你说我要演奏。不，你有那么多个，你给一个给他、嗯，他想要的那个给他就好。嗯、要不然我们乐队没办法开始演奏。好了，给你。好，那这个也给你。他是想要堆上去，他不想堆上去。真的，黑了。要不然你敲那个他没有要堆的东西吗？他刚堆的很好是不是？我刚没有注意到，他直接就把它摆上去了。东东好厉害哦！好，那我们导弹小乐团准备开始演奏。好，鼓手说开始。我们今天要带来一首什么歌？圣诞歌。是圣诞歌，不是导弹歌哦。圣诞歌。导弹歌是万圣节。好，准备。开始。圣诞歌合奏，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，公公？好不好听？成功，好听，好想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，成功了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举白旗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，成功，我举白旗，好，不要再一次，一次就好了，一次就好，哇，翻手哎，好棒，成功。成功，好棒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鼓手开始跟着演奏。重来。对，弹错，敲敲琴手又敲错了，对不起，再一次。敲琴手真的不是很会演奏。好，再一次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鼓手也开始跟着演奏。没声音了，
这个放对雷声音了。再一次，这个不能碰到。再一次，怎么都是敲敲琴手在出问题啊？敲敲琴手，你会不会敲啊？就是我哈。你敲会不会敲、欸？哎，好，准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你敲敲琴手，我到底会不会敲啊你？敲琴手，你到底会不会敲、啊？再次，预备，请下节奏。我的敲敲琴没办法敲了，老蛋手来了。老蛋手，离开。那、啊、还要找那个，我知道了，有一根红色的滚进去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对对对。你要帮忙一起吗？一起擦地吗？嗯。哇，好久没有看到我们家地板露出来了。这样客厅感觉变大了。爸爸还是今天就把那个就是卫生纸叠起来，然后这两个就挡前面那种。